柔情不千重，风雨能开弓，胸怀天地深情如虹，浩浩乾坤在世之中，热血震天冲，豪气贯长虹，荆棘之东目光如龙，手中无剑脚下有风，我一身正气豪情万丈，大丈夫男儿收尸！娘，舅舅是革命军，他们不让我们收尸。不行，我真的要给他收尸啊！娘，舅舅已经不在了。先这样，然后把他……那我怎么办啊？娘，那不是那母女俩吗？哎，是啊。娘，我们先去买一点纸钱，给舅舅烧点纸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走。顶住啊！哎，给我买吃的。好。小飞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哎，一定没事的。那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啊，我根据这本书呢，做了一个沙袋。那平时练功的时候把它拔出来，不练的时候呢，听我说，缩回去，大哥，这样方便很多啊。这个更厉害，这个吊床呢，这样一放下来就可以在这乘凉。我们找到那姑娘了。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我们找到那姑娘了，胖子现在正盯着呢。走啊！在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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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来来来来来！哎，看看了。好吧，好吧。哎，你们撤吧。哎哎，加油！哎，你觉得这个有用吗？加油！哎，撤撤撤！哎，加油加油啊！走走走。真没法骗。哎，这么巧啊！哎，你们怎么了？哦，没事。大侠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买东西刚好路过。你问他朱可发住在哪儿？哎，看你们的神情，好像遇到什么麻烦事情。如果你们不介意呢，就告诉我。要是我能帮到呢，一定义不容辞。我们想跟你打听一下，知不知道这里的警察局长朱可发住在哪？你找他什么事？我舅舅他没什么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你舅舅叫什么名字？我舅舅叫李龙彪。报告局长，抓到一个叫李龙彪的革命党。
把他押好了，明天正午执行枪决。啊，两位，我们都是江湖中人，有什么事不妨直说吧。他杀了我舅舅，我们要找他报仇。朱家呢，前面拐两个弯就到了，先往左拐，再往右拐。不过呢，他们家的守卫非常的森严，门口呢就有好几个守卫把守，你们进不去的。那怎么办啊？你们不要着急啊。不如这样吧，刚好我有一个朋友就在朱家里面做工，我可以向他打听一下朱可发的动向，然后明天再告诉你们吧。好啊，女儿，这个事情可不是小事，要万分小心。这个兄弟怎么称呼啊？我姓贾，我叫贾飞。哦，贾公子，看你啊不像坏人，我们相信你，我们就等你消息。对，我答应帮你们的，一定帮到底的。那谢谢你啊，贾公子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嗯，明天在这里等你。好，好，明天见。谢谢你啊。明天见。娘，不哭了啊。我们回去等消息。哎，爹，你这么有闲情逸致在这喝茶？你个臭小子，是不是又在外面给我闯祸了？没有闯祸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情。臭小子，有话直说。老爷，老爷，外面有人找您。啊，帮我去准备一下。我这就去准备。去吧。嗯哼，儿子，回头再说。哼，你慢走啊。哼。哎，爹，嗯，你的鞋子破了，换双新的呗。节俭为重。龙彪，你死得太冤枉了，保家卫国。为国为民的人反而被害死，你一路走好啊，走好。舅舅，我知道你死不瞑目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朱可发那个狗官，替你报仇，让你在九泉之下也能够安息。你知道吗？原来他们要找的亲戚，就是我爹杀的革命党。不阻止他们，他们肯定会被抓。要是这样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帮我想个办法吧。哎，这个办法不错，不错。这位贾兄弟不会不来吧？不会的，我相信他。傻丫头，没见过你不信谁。哼！两位，怎么样？我已经打听好了，后天呢，那个朱可发要办寿宴，到时候会有很多的客人到朱家做客的。嗯，刚好有一个戏班要去表演节目，巧的是，我跟那个戏班的班主很熟，只要我们假扮成戏班的人混进朱家里面。就可以找个机会把那个朱可发干掉。嗯，啊，我们，你也要去吗？哦，实不相瞒，我其实早就已经看不惯朱可发这个贪官了，所以也想把他干掉。太好了，娘，有贾大侠帮忙，我们肯定十拿九稳。是啊，既然这样，我们就齐心协力把他的狗命要了。好啊，伯母，我还不知道你们怎么称呼啊。哦。你叫我李婶就可以了。哦，我姓柳，叫我柳迎春吧。柳迎春。嗯。爹。嗯。不如后天再办一场寿宴吧。还办啊？我都办了两回寿宴了，还办？你让正龙县的百姓怎么看我呀？
哎呀，多一次不多，少一次不少，你就再办一次嘛。儿子，你是不是又有什么想法了？没有啊，真的没有。有什么话就直说嘛。好吧，那就直接跟你说吧。我不是跟你说过有两母女吗？他们想刺杀你。什么？刺杀我？对啊。为什么要刺杀我呀？因为呢？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把他们的亲戚李龙彪给枪毙了嘛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爹，其实我想说很久了。那些军阀呢，现在年年征战，置百姓于水火，那革命军呢，推行全国统一，这是好事儿啊，为什么你要反对呢？来来来来来，儿子，来坐。哎呀，你长大了，你现在有你自己的见解和思维，这是件好事。不过呢，有些事情并不是你看到的那样。有什么事儿不是我看到的那样？说来听听。爹就告诉你吧，李龙彪他并没有死。李龙彪没有死。哎呀，既然这李龙彪没有死，那我们就直接告诉他们母女俩就行了。不行，千万不能告诉他们。现在外头啊，到处都是军阀的密探，万一走漏半点消息，那可是不得了的事。那你现在就告诉我，这对母女要刺杀我，跟你要给我办寿宴有什么关系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就想呢，在你寿宴那天演一场戏。他们母女俩呢，要是以为你死了，那以后就不会再找你麻烦了吗？不过呢，既然这李龙彪没死，那你直接告诉他们不就好了吗？不能告诉他们。不过啊，就先按照你的这个想法去办吧。这样一来啊，我就可以少一个危险，还可以保住这对母女的性命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还能够趁机大捞一票呢。老外，老外，过来一趟。哎哎哎！哎呀，老爷，我后天啊还要再办一次寿宴，你火速去准备一下啊。还办呢？怎么，不行吗？我一高兴就想做寿，行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我马上去办。快去快去！哎哎，儿子，赶紧接着按。哎呀，爹，我呢？哎，对了，这样啊，班主啊，好，班主，你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角色让我们演呢？好，你不会真让我们演这个吧？西洋戏剧就是洋人唱的戏啊，你就照着做就行了。我们戏班啊，最近在排练一场西洋戏，叫什么？罗密欧，别管他了，就是一个姓罗的和一个姓朱的。哎，我觉得你们两个挺合适的，要不就你们两个去演好了。姓罗的，姓朱的，什么戏啊？哦，罗密欧与朱丽叶吧？啊，对对对对，我知道，西洋名剧。那是一段让人牵肠挂肚、让人心碎的爱情故事。罗密欧与朱丽叶。来来来，大伙儿都来看一下啊！来来来，都过来看一下。哇！漂亮，漂亮！大家伙儿看漂亮吗？啊！漂亮，真好看，真好看。这么晚了还练功啊？当然，为了明天的刺杀行动，我一定要一刀砍下朱可发的头，为我舅舅报仇。你怎么了？
我没事，你觉不觉得这里有一点点凉啊？哎，贾大哥，我都没见过你练过功，不知道你师从何门啊？哎，我的功夫都是自己研究出来的。对于武学呢，我只是比平常人多了一些领悟，多了一些认识。但是想成为宗师呢，哎，还差得很多。宗师啊？嗯。哇，贾大哥，你好有理想啊。哎，那你的理想是什么？我的理想，我小时候就想当一名侠女。然后除暴安良，但是现在呢，我只想快点为我舅舅报仇，然后跟我娘回老家过上安定的生活。我希望我娘能够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地度过她的晚年。那你爹呢？听我娘说，在我一岁的时候，我爹就去世了。后来我们就跟着舅舅一起生活，我娘一个人辛辛苦苦地把我拉扯大。现在舅舅也不在了，我真的不忍心看见我娘这么难过。你的理想一定会成真的。嗯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哦，晚安。晚安。哎，但愿明天一切顺利。老板，我定做的鞋好了没有？啊，周公子，您定的鞋啊，做好了，您看一下。啊，好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谢谢你啊！慢走啊，朱公子。哎，爹，儿子，这么早就来了。我祝你生日快乐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啊！好好好。哎呦，给我带什么礼物来了？当然是爱心大礼了。啊，你该换双鞋子了，我特意为你做了一双喜连升的步步高升鞋。喂，来来来，拆开看看，上面呢还有你的名字呢。哦，哎呀，儿子。你太有才华了，老外，你看，这上面还有我的名字，一个发字呢。哎，你不要太激动了，儿子孝顺你是应该的。嗯，还有，我已经想好了啊，想好什么了？我想好你等一下应该怎么死了。哎，怎么说话的？你这臭小子啊，大清早来跟我商量怎么死？哎呀，爹，你别误会嘛，古人云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你要想有后福呢，必须要先遭大难才有福吗？哦，按你的话说，我还托了你的福了。不用客气，我是你儿子，嗯，应该的。谁跟你客气了？哎，我要真死了，你怎么办？我保证不会有事。嗯。哎，哎，爹，一样的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要帮我找个替身是吧？嗯，哦，哎，不过这个替身你找谁呢？嗯，啊，我，哎，你们说这朱局长他怎么又过生日了呢？可不是嘛，这都第三回了，这收礼金呀，连个借口都懒得改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再说了。谁让人家是警察局局长的？各位各位，现在我宣布，正龙县警察局局长朱可发生日宴现在开始。啊，好，有请今天的寿星朱局长闪亮登场。哎，你说他们穿的寿星服怎么样？多谢多谢，感谢大家亲自前来捧场啊！所谓啊，相识是，要不然呢？相聚我们要两份钱呐。显然呢，我跟大家的这个缘分呢，是非常的深的。我这个人呢，就是喜欢跟大家多聚一聚，这样多热闹啊！
大家说对不对啊？哎，大家都准备好了吧？啊，差不多了，前面已经差不多了啊，你们赶紧准备啊。嗯，好。娘，那个假大侠他去哪儿了？怎么还不带我去杀朱可发呀？你冷静一点，我们还不知道外面的情况，不要轻举妄动。不行，我等不及了，我去找他吧。别，还是等他来了再说吧。哎呦，我等不及了。哎呀，你再等一等，等一等。哎呀，前两次啊，我分别过了农历的生日和阳历的生日，哎，不过今天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大日子。什么日子啊？我在正龙县整整当了警察局局长12年了，你们说这不也是我的生日吗？大家说对不对啊？好，说的没错。哎呀，杜局长说的太好了，保一方平安12年了，不容易啊，不简单呐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进行下一项，为我们今天的寿星献礼。接管。哎呦，你去哪儿了？你终于回来了。我去方便一下。我们现在继续把朱可发杀了吧。现在去。嗯。啊，行。啊，走。走。哎，等等。您还是不要去了，人太多呢，会引起怀疑。我跟他完事之后呢，就回来找您。嗯，啊，你们小心一点啊。嗯，等我好消息啊。嗯嗯，走吧走吧。哎，这个是不是他房间啊？哎呀，这里不是，我们去那边。哎，喂。喂，这里应该不是朱可发的房间。少爷，这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他，少爷，他叫你少爷。鹦鹉嘛，他们对谁都说同样的话的。吹牛！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就把你给炖了啊！这丫头会不会有危险？嗯，朱可发？难道他就是朱可发？原来这里就是他的小金库。哎，你说，哎，这枪真打不死人吗？啊！哎，你干什么呀你？你想打死我呀？哎，不是，大哥说了，这叫空爆弹，打不死人。哎，去，空爆弹也不行，就一发，省着点，别走火。我有点紧张。哦，不紧张，不紧张，不紧张。不是你饿不饿？不饿。你带吃的没呀？没带。这会儿要有个鸡腿吃就好了。哎呀，鸡腿。哎。你把谁家鸡给杀了？嘘，你给我点，你不饿吗？给棍儿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嘘，哎，怎么了？哎，我准备好了。什么时候杀我？哎，猴子挺有意思。去！哎，别慌，别慌，别慌啊！大哥说了啊，等个消息。啊！喂，伯母，啊，娘，那么多东西从哪儿来的？原来呀，那个朱可发是个大贪官呢，他贪了那么多东西。我这是替天行道，把他们拿回去。但是你这是偷盗啊！不是偷，我是替老百姓拿回属于他们自己的钱。我这叫做劫富济贫，我这也是为民。嘿，大哥给信号了，行动！
别杀我！朱可发，别杀我！别走！站住！你丧尽天良，你偷鸡摸狗，你无恶不作，你卑劣为娼！你！再见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任务完成，守队，撤退。两位大哥，请留步。真是谢谢了，大恩不言谢。哎，等等，来，交给革命党，全都交给革命党。谢谢谢谢谢谢，不合适这个。再见再见。好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诸葛发，你欺压革命人士，老天有眼，就是我们不杀他，也会有别人来杀他。现在诸葛发已经死了，你的大仇也报了。为了安全起见呢，我们赶快撤吧。朱可发，你也有今天。龙彪，你在天之灵安息吧。哎，对，你舅舅已经安息了，安全起见，赶快撤啊！撤！娘啊，没有亲手杀了朱可发这个狗官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我们把他儿子也杀了。好啊。那，这，他儿子呢，从来没有在这里出现过。我觉得呢，他儿子肯定不住在这里，我们赶紧。不要紧啊。你觉得不解气，捅他一刀，理解你的心头之恨，捅几刀算什么？这种恶贼就应该千刀万剐，五马分尸。哎，太残忍了，太残忍了！不行，人家都死了，你还捅人家几刀？不是啊，他都死了，怎么还能尿尿啊？这个很平常，我看过书上呢，说这个很常见，所以不用紧张。不是啊，他的尿怎么比血还多啊？对啊，怎么这么多？喂！我们不用讨论这个问题。娘，你先来。不了，你先来。哎，你来啊！喂，你来，你来，你先来，你先来，太残忍了！还是你先来。你们不要了，不玩了。少爷，对不起，我不玩了，太吓人了。少爷，他叫你少爷？没有，我刚才听见他说少来，肯定不是叫我。这里人这么多。你们看清楚，怎么会叫我呢？哎，什么眼神啊！女儿啊，你被人骗了，他一定是朱可发的儿子。站住！又是一笔大收入啊，存入我的金窝窝。啊！怎么回事啊？来人呐！抓贼！骗子！骗子！骗子！给我出来！骗子！骗子，给我出来！叫我出来，我就出来。骗子，打死我都不出来。你出来，等等我。娘，娘，你没事吧？谁在整我？谁干的？谁干的？娘，喂，快走啊！啊，快走。走，店砸了，店砸了。我爹好像叫你们，你还不去？叫你们呢？是。你还敢过来？哎，走开！哎，对不起啊，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编自导自演的。你简直就是卑鄙无耻的奸诈小人！我真是眼睛瞎了，看错人了，居然看不出他是个卑鄙的人呢。其实并不是这样的，中间有很多误会，你们不知道。中间有什么误会啊？你和你爹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娘，你别跟他废话了。我简直是瞎了眼才会相信你。好，落在你手里，我认命了，要杀要剐随便你。伯母，迎春。随便你们怎么说，我都不会伤害你们的。
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安的离开这里，以后不要再回来了。哎，你好像比你老子强啊，起码懂点事啊。只要你们答应以后都不回来，我可以放了你们。刚才伯母拿的东西我也可以不追究了。哎呀，我都说了我不会看错人的，他和他老子不是一类人，我保证我们不会回来的。哎，帮我们解开啊。走，乖女儿保命要紧。我才不要向他这种烂人低头呢，如果我出去了，第一个将你碎尸万段。真的是天意弄人呢，你是快意恩仇的女侠，而我呢偏偏是一个大贪官的儿子，我何尝不想我爹是个救苦救难的父母官，而我也是为国为民的大英雄。可惜现实就是如此，我也不得不认命啊。我要跟你们说声抱歉，我爹对我很好，我不能做忤逆的事。儿子，儿子，什么事啊？儿子，爹，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没事没事。什么事啊？没事，就是抓了两个毛贼而已嘛。嗯，他们偷的东西全部都如数找回来了。啊，找回来了啊！哎，来来来，哎呀，哎呀，真好啊，都在对不对？看啊，这下我们怎么办？这些啊，都是我的宝贝啊。嘿嘿，儿子，还是你能干，真有你的。当然。来人呐，赶紧的，快把这些给我拿回去放好了。是，老爷，快去吧。哎，这两个毛贼真是胆大包天呐，我倒要看看他们长几个脑袋。爹，这种小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我叫管家处理就好了嘛。那今天是你大寿，我们父子俩应该痛痛快快的喝几杯。来来来，我们喝酒。难得你要跟我喝。走走走。可发，你个狗官。嗯，好，喝，走开！哎，好样的你！来人呐，赶紧的，把他们给我押下去，押进大牢，严加看守。朱可发，你丧尽天良，你不得好死！爹，朱可发，你不得好死！爹，我求你了。别把他们关起来，他们是我的朋友啊！少，哎，儿子，我问你啊，你说要刺杀我的女孩，就是他吗？是啊，我求你了，放了他们吧。哎，放啊，肯定是放不了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呢，我是不会为难他们的。哎，爹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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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先不喝酒了啊，你早点回去休息，我还有别的事要办啊。不，爹。好了，没事了，走吧。哎，明明是马爱国，怎么会是朱可发呢？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都怪那个混蛋朱飘逸，冒充什么侠义之士，满口匡扶正义、除暴安良的假话。我竟然上了这种人的当！我真是太大意了。喂，你这丫头什么时候谨慎过啊？反正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。早知道就听你的了，先保住性命再说。现在我已经改变主意了，我们不能走。什么？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啊？我相信我不会看错，朱可发应该就是马爱国。当时你还没有出生，你爹和他拜把立下投名状。关老爷在上，在下陈清平。在下马爱国。在下柳怀民。从此以后结为兄弟，同生死共患难，为了国家民族抛头颅，洒热血，干！因为你爹他当年并不愿意让我知道他们在做的事情，所以我和马爱国见面并不多，但是他的长相我还是记得很清楚的。可是娘，已经20多年了，他可能已经变了，变成一个贪图荣华富贵的人了，否则他怎么会杀了舅舅呢？
迎春，你放心，娘心里有数。这个朱可发到底是不是马爱国？他是否真的变成了军阀的走狗？我们早晚都会知道的。无论他是谁，反正都是杀了舅舅的仇人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爹，你就放了他们吧，我保证会把他们送走，你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们。哎呀，表姨啊，这对母女并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单纯，这其中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复杂的。哎，我这一时半会儿也没法跟你解释清楚。哎，不就是普通百姓吗？他们以为你杀了他们的亲人，所以一时冲动才会来找你报仇的。那我们把真相告诉他们，一切不就解决了吗？哎呀，这件事情啊，真的没你想象中那么简单。你不肯放他们，难道你怕死吗？嗯，你给我闭嘴啊！这其中的来龙去脉、机缘巧合，你根本不懂。你别再问了啊！好，那你说，有什么巧合？有什么我不懂的？你说。朱飘逸，你真的是太放肆了啊！过去我真是太宠坏你了，让你这么目无尊长，毫无礼教。我说不放就是不放。我目无尊长？好啊，你把我送给你的茄子还给我，我不送给你了。嗯，哎，你，哎，我还正想说你呢，干嘛要花那么多钱去买那么贵的鞋啊？哎，我早就让人把那双鞋给退回去了，省下来的钱啊，够咱们朱家买上半个月的口粮呢。哼，你把鞋子退回去。好，好。救你们！你是谁呀？啊，不是，是他叫我来救你们的。他是谁啊？他是本地的革命领袖，专门拯救那些落入恶势力手中的正义人士。喂，别管那么多了，英雄英雄，快放我们出去！已经很快了，有很多把钥匙。快！师爷，喂，你自己来。哇，货币这么多！爷，你这么多呀？走！别动！喂，你敢劫狱，不想活了是吧？给我打！停！我倒要看看这到底是哪个不怕死的狗杂种。朱公子，少爷，哎，这，你骂我狗杂种，你就骂我爹是狗，你死定了！这次我一定告诉他。果然是他，要救人也要学好武功再来啊！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回来救你们的。万事有我，哎，公子万事有我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扶公子去看医生啊！万事有我，哎，公子。难道他真的和他老爹不一样？虽然他帮不上忙，不过他好像对你很有心呢。切，我才不稀罕呢！谁知道是不是他们父子俩使的苦肉计？说的也是啊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大奸大恶和大慈大悲又是真的是很难分辨的。就是啊，现在别人都不可信，只能靠我们自己，知道吗？哎呀，大夫，大夫，你轻点，你轻一点，小心一点。这就好了，不碍什么事儿，吃药啊，休养一段时间就会康复了。啊，为什么没事啊？很疼的，你给人打一下看看，还没事儿啊？好好好，啊，大夫，我明白了啊。来来来，谢谢
谢谢，没事没事。慢走啊，大夫。哦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好嘞，哎，哟，我儿子这回还真是挺有骨气的啊！为了那个女人，连命都不要了。哎，爹，你就答应我，放了他们母女俩，我保证，以后不再看小人书，我保证听您的话，不要零花钱，努力读书，勤奋练功，你就答应放了他们呗。哼，瞧瞧瞧瞧，这还是我儿子朱飘逸吗？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懂事了？嗯，爹，我求你了。那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求过你，这次我真的求求你了。好了好了，行了，我就看在你痴心一片的份上，我先考虑考虑。哎，你给我听着啊，安安分分、老老实实给我待在家里养伤，哪儿都不许去。行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也要答应我。安安分分的啊！哦，好，我知道。哎，马爱国，为什么要杀我？哎呀，停停停停停停停！听我说，哎，听你们听我说啊！你说。哎呀，马爱国这个名字，打从我两个师兄出事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用过这个真名了。什么意思？哎，好吧，好吧，我就一五一十的告诉你们啊，朱可发这个名字呢。是我为了掩盖身份用的这个假名，哎，20年来啊，我就一直都隐藏在警察局里做革命军的内线，而且，你弟弟李龙彪没死，没死，嘘，下来。带走，走。这次的任务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，听明白了吗？写满情深，轻描淡写，惶惶一生，只愿仲裁你一个人。轻轻一啄那些离分，提笔阅染你的疑问。小小的人，脸颊微分，等着你说我们，我们。数点迷点来太难，只怕草率晕了秋山。困倦多泛滥，也要拿捏好浓淡，缘聚莫散。华丽容易，爱太难，山水再美也孤单。回忆的枝干，勾恰好的彼岸，熬现了一。山水染了我的掌纹，多了几分，对你的钟情就多了几成。情永远的心声，思念翻滚，用情多深，山水就有多撩人。用情多深，山水就有多